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再拆一个榴莲盲盒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哇，哎呀，我找找。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一块，这手刚好。哇，行了，这个不是上次买好，这个有点小。一个榴莲拆了这么多，值不值？再吃口红，不是特别的软，剩下的给儿子留着。